好了，安秀，这一切都只是骗局。哎、欸，他被电脑吃掉。快，对，搞自闭了。我们要在他妈妈洗完澡之前，赶快先玩一个任务。觉得有点难，眼不见为净。对，哎、欸，他怎么出来了？你以为我不会用啊？给我回去了！他在最后掌握到这个技术，打掉打败自己走。有没有买东西吗？你们上你们上手都交手都没有。我也没有。哎、欸，为什么？我们上次有死掉吗？哎、欸，等下。哦，我们现在去卖东西啊！我们现在天数是零一了，我去卖东西。我差点就输了、欸，差点大家拜拜。开头即结束，还好我刚填数啊！还敢囤这么多东西，然后没去卖，还敢 BT 皮吗你们？BT 我们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先拿，好像是很大的。这是只能一个一个拿，要的我都拿了。拉拉杆，送上枪机。枪机固定在后。你当兵玩的够了没啊？哎、欸，你很快就倒了。我们在帮你预习。对吧、啊？还你要记得缓送枪机啊。我觉得我当完之后一点都不会想怀念的、欸。你不得不怀。我光是听你们，还有我朋友最近也在当嘛，然后他只要一休假回来都在跟我们抱怨。哎，他太火爆了。为什么你死了？哎，火爆杰克好吃的。哎，不乱敲哎、欸。他拿起那把诅咒的铲子，我记得他上面已经有两个人的灵魂了。莱赛的铲子、啊，为什么他不来收获？你要按多吃一点。有点收走啊！收走啊！三二八，嘿，你会被冲走啊？好像不会，好像会，他好像这样会死吧？哎、欸，把铲子丢掉，哦，哈哈，嘿嘿，我复活了。你要死了！哈哈哈哈哈！做73块，要死吗？为什么？73块是啥？他多给扣掉的。73块是那个平均死掉扣的钱。扣了？怎么会这样？还敢乱扣钱？你没的错。还敢乱死啊？走啊，选一个选一个地方去、啊。先去。哎、欸，等一下，先买东西。可是我们现在太空了，手电筒。我们就现在飞下去，然后在那边买。就你觉得呢？他会耗一点时间哦，还要等他那个。那就哎、欸，我知道打电脑。回去那个吧，卖买东西的地方。我们通常叫那个叫闪电。买一下那个。看，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讲话，讲话都很卡、欸。我的词汇太久没词，我的词汇卡卡了。对啊，你今天有没有录到你的声音啊？我看是有。你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没有发现？因为我他那个录制的设备，他左边那里有音效混音器，然后我每玩一个新的游戏，我就要再多设定一个
它那个音量嘛，它就是会多一条在那里。然后我设计，我已经弄了好几个游戏，大概20几个，所以它全部叠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没有去看它，我就没有看我的麦克风到底有没有声音。然后这次就是学聪明了，我再多弄一个新的，就有点像是一个资料夹里面，然后我把所有东西都塞在里面，然后我现在又多弄一个资料夹，然后这个资料夹就是 DC 游戏，然后我的麦克风，我这样一看就知道到底有没有声音。很乱。我一开始没有想到，因为一开始那样是真的蛮不方便。啊，对。谁贴草莓拿？我拿了。现在大家都有铁铲，现在大家都有诅咒了。你买几个？我买两个铁铲，三个。两个铁铲，三个手电筒。哦，我以为你铁铲买三个。没有，我自己有一把。哎，谁关门了？呀，是不是有人移动？这谁放的？妈的，谁搞？我进来了，好，我进来了。你们都在那边等吧，你们。哎，你敲到我，你是傻逼！我敲的是你啊，对不起。走，再见了，安秀。哎，为什么不能移动啊？因为飞船停的时候不能动。哦。钥匙悬空在这兒，钥匙会飞，你不知道吗 ？Land the ship， 打倒。因为我们有钱，我都可以把这个移走。为什么还是移不走？没有，刚刚可以移，只是他现在门开了，没有办法移。那怎么走？怎么办？那我们现在怎么出去？没有，等他停啊，应该吧。哎、欸，可以了，可以了，没事没事没事。就你在搞，好可怕啊！就是在搞哎、欸，要是不能出去，我们就浪费一天。走这里我会走，跟着我走。确定的。确啦，我走过最关的人，这儿嘞。哎、欸、啊，你有找 BBQ 吗？还是就我们三个而已？我忘了。夸张哎！我想约他，只是我忘了。对，第四个人都是大胖子。哇，活该！走不走？跟着管线走。你自己说跟着你的。等一下，我记得是指在哪个位置？对，往右，然后再往左。看到了 ，main entrance， 看到了，对不对，各位？跟着我走。跟着管线走。我走。看到了，你看随便走得到啊，还随便的嘛？哦吼吼吼！哦吼吼！打吗？对呀、啊！哈、哦、到了！我想找时间，找时间去找那个将军学大妈笑的影片。将军学大妈？将军学大妈？对吧？哦吼吼！这样，然后再把它弄到音效板上。然后还要找，还要找那个合适，吓死人！怎么了？不要这么过分好不好？我在一个黑的地方、欸、很黑的、欸。哎、欸，这里一堆那个有那个雾的，我帮怎么办？哎、欸，这里有锁着的门哎、欸，有人拿钥匙啊？可是好远、喔，我找到，哎、欸，我找到大灯泡了，我找到大螺丝。那螺丝的耶，吓什么？你长得好可怕啊！
这说什么？有大灯泡，我要马上拿吗？现在哦，钥匙还是要等一下。哪里有锁住的门？我那个大门口进来左边。再接着平均。先看。哎，这里有一只钥匙啊。先看你去哪了，我没有看到你。那来来，可是那个门其实也不用开啊。我走回去了，皮去，因为他有另外一个门。你走回去啊，我死了。你死了。这个天才有诅咒。你怎样又跑酷失败、啊？算是吧。你这样，燕凯，我燕凯，我灯泡摘下来了。等一下，有一句哦。拿什么？腌西瓜。黄瓜吧，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可以拔了，啊、你可以拔了。哎、啊，叫我钥匙要拿，啊，螺丝钉。我每次这个窝里都很吓人。对啊，我东西买了，我先带回去哦。我东西也买了，我先带回去。你去，你要回去了吗？好啊，等我去买个手电筒。现在是谁先死啊？安秀。喂，喂，家具，那个 BBQ 没有来。我问看，刚好可以问。原来你在制造机会。哎、欸，它重量好像真的会影响，哎，跑步。对啊，感觉有变慢了。大胖子，大胖子，大胖子。嘿呦嘿呦，走不动，吓我一跳。嗯。两点嘞，我们还要再回去。我们还很多地方没看的感觉。可是他这好远哦，可是平去死了，怎么会这样？32块，够了。呜，八十，好，好，原来是你那个。我想说，我大螺丝钉怎么值钱？好值得的大螺丝。还要再回去吗？平去，你刚刚怎么死的？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是跑酷失败。你不要知道太多，可怜啊！我以为你是被虫子缠住头之类的。我刚周遭四周都是怪物，我逼不得已，我至少打死了三只，被最后一只干掉。逼不得已，只好跳到深渊里，对不对？屁呀！史诗级的冒险，最好是啊。我听你在走啊，真的、啊。我看我们先走了，好吧。原神。我不要接这个。肥仔，连接接。两个大炮。大炮。他没有回我。哦，最蓝。他已经去玩黑暗灵魂了。哦，一半了嘛，简单。我又快升等，我每次见到快升等，然后升等不好给干嘛？可是我开始了，怎么办？跟妈妈说游戏不能暂停。老经典老招啊！啊，可以啊，你们两个，反正你们两个解那么快，对不对？刚刚我不在，你们两个就解那么多。确实，少一个人解差二，对吧？还是不是等他？喂，他发魔了。所以呢？还是我们要等你啊？有吗？等我？那我是要挂机，还是要先出去？我是比较怕你一回来，然后你就说你来睡觉、啊。是不？不至于啦。回来玩个20分钟。哦，我要睡觉了。你会这么大胖子、哦？好啦，不然你就挂着啊，我跟皮去玩。这游戏安秀，你明天除了看医生有什么计划吗？
给医生看，看护啊，看护士。看我舅舅需不需要我帮他搬搬家？他最近在搬工作室。等等，他不是一直都在搬吗？就搬很久啊。九九。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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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好，你去洗啊。那我先，那我要挂着去洗，还是我要先退出啊？你挂着去洗。好。他如果挂着去洗，然后我两个如果都挂怎么办？你先退出。我这人很好，我这人很好商量的。好，那我先。你说服我了。我明白。这里只有我的动脑。哎，他没有说拜拜。对。但是他留下他的遗物。太夸张了。看来我有免费的东西可以用，那也要等我们。我去了一个新地方，好像要等韩秀来这个新地方。嗯，我们先打保守一点吧。这我没有东西。哎，你拿安秀的，是。放了，好，放在这。他放在他登出的地方。非常好，非常好的，讲过了，非常好，啊，粉丝了吧？哦，哎呀，旧地方骗我，哎，说好的新地方，21 offensive， 好，完了那里，可是这地图看起来不太一样。有没有可能只是我们飞船停的方向不一样？说的有道理。同一个地方，只是从不同的方向来，所以这地方不一样。新地图，完蛋了，手电筒没充电。剩多少？50多一点。我还有点打的保守。应该是在前面吧。去，我猜在我这边，在一个很诡异的地方。没有，不在我这边。我找到了。抱歉，燕凯。哎，我看到了。人的吗？你看到了，那你人在哪？不告诉你。去。哇，在哪？快死掉了。哎、欸，人在哪里？哎、欸，你很久哎、欸。我都到多久了？哎、欸，你很久哎、欸。Stay together。好吧。哎、欸，哎、欸、嘿，有武器了。哎、欸，有造型的武器。没错，我喜欢这个生活产品。晚餐。哎、欸，楼下有那个控制电源。有灯。呵。就不要摔下去。我以为想保守一点。你不见了、欸、逃生出口 Nice 这种这给哪破布破布没有他不能拿、欸、你什么东西不能捡破瓶子哎、欸、那个什么室外机冷气室外机对这扛走应该很多钱室外机才要好几万，真的是哦。感觉他未来可能会弄什么两个人一起搬的东西，对吗？感觉啊，听起来更容易挂掉，但是更值钱。哎、欸，
Nice。你解包吗？有点可怕。哎，我准备好了。安全。哎，有东西。铁板。我身上满。我还没。电剩30。哎，这里有一个。那这样就满了，再加上上面那个9瓶。那你觉得还要找吗？哎。哦，这里打开。那边还有一个。开箱。空的遥控器。哎、欸，关键，他给按了。还有一个，哎、欸，我不能捡。海哥大，哇哇，39跟48，哎，不捡一下吗？没事，我放弃这个板板。啊，走吧。不、哦，别按。走。电话不能打。我没有，我们可以用无线电，你知道吗？找到了。哦，玩的真保守。嗯，那可乐怎么办？还在怀疑。我就把它拿出来了。看一下哪一个价值比较高。看这两个一样，一个49，一个48。哎呦，可是49块，我觉得可以耶，来得及。可以啊，可以啊，才3点而已。你知道怎么走吗？前提是没有其他的东东。没错。那爬得上去吗？没、欸，我刚从这里来的。嘿，根本就不需要走那个吧。我刚跳到这上面来。看起来很我密的，我之前逃跑路线，我上次被一只猩猩追啊，我就跑到这上面了。控制条，要走掉啊？有啊。哎、欸，完蛋了！我看到狗在我们船旁边。哦、oh ，小心一点，它还在那边巡逻、欸。我们，那我怎么回去啊？绕过去。4点能够。如果他发现的话，我们就左右分开跑。可以，啊，至少跑一个人。嘟滴嘟滴，又来一只，他来了，还有一只，我确定，没有没有，他只是在巡逻。那就好，你这边死路，这边没有路过去，他又往左了。看那个，我们走这一条路可以。另外一个拿不到了。我觉得就算了，放弃那个吧。你到船上了吗？还没。我现在绕，我现在绕到另外一边。他又走出来了。对，我看到。看时间怎么过得快啊？不会。白痴哦，他会穿模到那个船里面是怎样？那我们怎么办啊？我回去啊！我现在在试着从外面捞。我是有困难。我在跑，我在跑，死命的跑！但我没有提议。我孔在哪？我直接跑进去，我不管。我被发现了，我被发现了，我被发现了。我到了，培训。再开。我快到了。快跑！快！我没体力。他冲过头了。再见了，培训。
我可以看到你的尸体。他不会再咬到你吧？不知道。再接着比。你的凶多吉少啊，正常。他跑掉了。我接你身上的东西啊！你现在是在船上。去了。不要太好了，我看到他跑进。你是在船上？我看我的脚。我看到我的脚。我飞走了。飞走了。欸，我被传回来。说好的很保守哦。欸，干白痴哦！哦，我另外一个是铁片，妈的，我干嘛捡这个？你没换到，大哥大。哦，142，好多。我们还要哇，这一天220，我们这一天要捡200。我可以等着输哦。我们现在身上还有钱吗？116块。先去月亮，它叫月亮吗？不对，嗯，月亮是统称，那个。先去回收厂买你的那个手电筒跟铁铲。铁铲我觉得先不要。决定。我现在没用到。还记得没用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吗？我确定。两个人都被同一只虫虫卷头卷死。好了，那就买一个。那你还记得你有铁铲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吗？摔死跟被咬死。我刚才看的时候，它好像有一个攻击模式，它会往前冲刺，然后冲直线，然后对刹不住这样，只是刚好它刹的位置，对它刹不住的时候，你刚好在它旁边，然后有没有体力跑？对啊，那你把体力跑完。买个手电筒，我买一支就好。没办法，情况太紧急了。太紧急，我们拖太晚，不能跑。不是我们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才一点，只是有怪物的时候，我们步调变慢，时间越来越快。难道我还记得路的时候？对呀、啊。你去别、yeah. 可是我觉得刚刚的地图吧，出了它东西比较好。嗯，保底40几，对吧、啊？可是我们这样的话也要捡个至少5样，才有200。嗯，哇。哦，没少一个人，不对，少两个人。哦，亏大了，亏大了。两个人真的比较难，而且每次都走3天。哇，没有，这就是人多越容易，所以那个用模组的超容易。没错，然后主要是他任务不太合理，钱越来越高，可是天数都一样。哇。那你觉得我们要去那个吗？比较难一点的地图。要确定呢，刚刚那个地图 B 而已。可是我们如果去那个旧地图，不是走一块？你说高风险高回报？对啊。只好试试看，毕竟剩一天嘛。嗯，你要我们去试另一个难地图吗？
好啊，那走啊，不是生就是死。虽然我觉得死的几率比较高。对，乌鸦嘴。不是真的。等等，三六三，三六三是第三次任务的吧？对啊。又是魔王关。我们进来的时候不是已经第二天的卖掉了？哇，是误的，完蛋！我们每次都破不了三六三。没错，欸，你有那个充电吗？有有。刚上船就先充电。欸，有啊，在前面了。我刚看到那个，欸，蜂窝。你有看到吗？那一颗圆圆的。有，啊，有。等先捡里面的东西，里面的东西捡完之后再去捡那颗。时间够，我们再去。至少我觉得这个算离非常近吧，距离不是问题，问题是回去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对，怎么跑快一点？然后去门口花太多时间，有进去遇到怪美一起一跑，马上直接死。你记住。去跟去，哎，打螺丝钉哦，哦，小卡丝钉，紧急逃生出口，哦，又有东西了，红绿灯，是有，是有两个，两个人，好像没了吗？换换，我们赶时间，好差。没东东，没东西，下下，换换，我剩一条路了，怎么办？哎，有板子，哎，破铁板，那个，感觉这个钱不太够，怎么小？又是跑，哎，又有东西。不慢，没东西。正跑酷了，正跑酷了。这个还算近啊，只是他那个要往左边跳，左边跳的我没什么信心。不用吧，这个直接跳就好。是我没有东西的状态，有东西的状态，感觉跳不上去，因为算错距离，太碰，没东西，换换换，快没时间了，安秀回来了吗？看起来是，我可以在你们游戏中加吗？还是我一定要等你们回到那个太空？应该没办法，不行，没有没有没有办法，他失败了。应该要等到你们回到那个，我们快输了就回到过去，看这好深哦。回到未来，我觉得我们要来不及了。我们越走越深，你们。感觉现在外面已经快要四点了，我也这么觉得。但是我们现在东西也不够啊，走也不是，找也不是，洗澡也不是。嘿，可乐。确定不够。现在连怎么回去都不知道。对啊，阿尼亚拿的可乐，手电筒快没电。对，死定喽！我觉得完蛋，这场应该连掉。
看有没有路可以绕回去啊。完了啦。体力怎么那么少？有点可怕。这个区域一直都很可怕。怎么回家？完蛋！蜘蛛！怪我！完蛋了！完了，有人要死了！我下，我下。关门，关门，关门！没事，关门了，关门。下去了，怎么办？现在还有最大困难，怎么回去？往上。没有，我说，哎、欸，你拿下吗？哎、欸，对，还可以再拿一个。我不能拿。四点半，差不多。我换掉一个东西好了，不要拿板子，我拿出来。拿小甲子，你都拿出来了。哎、欸，第二个。小甲斯丁都一样，对呀，拿这个好了，走，这个应该很好回去吧？这个是直线的，现在无敌应该还好。所以蜘蛛呢？我们把它关起来。哦，他人很好。臭蜘蛛，臭蜘蛛，他停在那里等我们，他没有直接冲过来。这是好蜘蛛，他给我们点缓冲时间。对。你知道另外一边我看到那个小苍蝇，真的假的？对，他就跟着我们一起走那个迷宫，就在我们走出来的时候，他才跑出来看。哦，叶凯，我觉得放完还来得及去把那个东西拿过来，别把。没有，我们放完之后拿的是蜂窝，还是两个都拿？哦，咦，我看到那种星星。完了完了完了！他在另外一边，别别过去！我在，我是，我跑掉了。让我放啊，放不上去。那我也是。哎呀，跑过来，快绕过去，绕过去！左边，左边，从左边。没听见。他停下来，两台在我这。他绕过来，绕过来，快上去，快上，掉上去，掉上去！我听到嘣嘣嘣的声音，呜！快进去！看我有大只，有大只，有大只的。先关门，先关门，先关门。我没有勇气了，怎么办？完蛋了，我们注定是要死在这里。裴俊，裴俊，你看一幕。你有看到那个超大的点吗？看到了。那为什么你不死呢？你们都可以看到一幕了。不是。我们现在最后一天啊，阿姨又没有钱也不够啊。哦，我们不是被怪物咬死，就是被 fire， 不能回档的，变成太空垃圾，不行啊。我是看到星星的，哎、欸，大字不见了，他好像在右边。你有听到砰砰砰的声音啊？他应该走过来。有来走过来，来看到，还在旁边巡逻。哎 ，Snoopy， 看那蹦蹦蹦的声音越快。那是什么东西？是那个大狗狗吗？不是，巨人，上次把将军吃掉的那个。忘了，这边啊，这边。哎、欸，你过来就走掉。哦，牛逼刀
stupid. Hello. Hello. 咦、欸，他是想干嘛？没了，巨人过来了。巨人过来了。哎、欸，那个朋友，巨人。哈哈哈哈。我要玩脱了。不要出去，不要出去。巨人追我们。拜拜。看我这边，我在喊到那只小只直接跳上来，完了，人要没了，我要死，我回来干嘛？应该是还有一天吧，没了吧？第零天，哎、欸，是要在第零天的时候卖？对啊，现在就只剩下卖这条路了，现在飞过去就来不及，你现在飞过去，它就会开始那个把你踢出去。你现在再选一个目的地看看。你确定的？没关系，我们只剩下这个、这个我很有经验。哎、欸、呀，安秀，安秀也可以进来了。有，我正在进。哎、欸，不行了，他说不能进。进来一起变成太空垃圾。对。他说我没办法得到你们的大厅资讯，他可能看我们没有，然后他还怀疑我说 Are you offline？ 还是他看我们没有，他觉得我们输定。等一下，我先把这款游戏送给 RBQ。真好。哎，我在想要什么时候跟这句讨一包包。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约。好，等我一下画面停止了。好了，直接拉吧。Wait, you have muted me. 哎，再见了。再见，各位。再见了。救救我！我救我！无法突破的境界、啊，363。哎、欸欸，降落了。可是刚刚在拉的时候，它有一个警告。那怎么办？等一下就不让你们那个了吧？我们你们可以降落，你们可以捡东西，但你们不能卖。对啊，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回去的时候，应该飞回外太空的时候，就直接跟着一起飞回外太空了。直接变成太空垃圾，没错、哦，去冒险。完了，我在等你们，等你们可以加入。等到太闲，我已经吃了两根能量棒了。太能量了，我胖哎、欸。对啊，完了，我又真的要胖了。以前都觉得自己不会变胖了，然后现在开始觉得我的肚子开始有一圈了。哎。那这样的话，你让本来肚子就一圈人情何以堪？嗯，他们，他们，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后就，不是，哎、欸，第二次不是我关的，那应该是我。自己吓自己啊！我真的很讨厌这个部分。最怕最煎熬。那就长得一样，小心地雷！我刚才听到地雷的声音。哔哔哔哔哔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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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风，哎、欸，看到，看到右边。吓死我了！叫不大声。哎呦喂！
不就是个地雷吗？我的妈逼啊！还以为是怪呢。懵逼嘞！好大声啊！哎，开门！我们还没有那个技术。地雷又不用地雷。那下面都抹。对啊。一波小疯子，在绕圈圈。嗯，加拿大老人声音。哎、欸，我那是什么？哦，小朋友噪音，有人在拿喇叭。快叶凯，我看你摔死。哎、欸，我现在无所畏惧。哎，一直按就不会怕。好吵哦！看喽，看喽，看喽。可能找有风，连我都闻到了，连我都听到了，完蛋！你鼻子耳听力也是很好、啊，连我都这段要这段要被剪精华了，是说谎的味道。能走回来了，只捡了一个八步。罢了罢了罢了，别急了。几点的？我只捡了一个八步。反正我们回去也是吃了。欸，到底他就是如果到晚上你们也不出发，他到底会不会自动出发，还是他会等到你们死掉？他自动出发，我记得好像八点还是几点，他就自动走了。吃掉，吃掉，吃掉。那个不值钱。好，我拿东西了，给我一胶带，走吧。走哪里？有闻到噪音的味道？闻啊！这里听起来好臭、哦。这里听起来好臭。安秀，你不是吃两根能量棒吗？那真的有能量啊。还有。有没有能量我不知道，有热量。这听起来太臭了。怎么臭啊？天哪！绕着湖吧。我拿这个还不能关手电筒。放下来关了。哎、啊，要把它丢掉。啊，放下来不是丢掉？Hello， 可以。Hello， 老妖做巨人，做巨人单挑。对呀，出来啊！欸，可是我发现刚刚那只小只好像不是猩猩哎，刚长得不知道像什么东西。鸟，大嘴鸟。可是猩猩的脸好像也是鸟。七八七八。哎、欸，为什么？哎、欸，怎么了？为什么红绿灯只有27块？喇叭有52块，傻小。喇叭比较吵吧？可以吸怪。啊，是吗？可以吸怪，所以就比较招人讨厌。我现在在输入，我们下一个点要去哪里？我要输入 space。欸，所以你们已经可以，你们可以去卖吗？是 heaven， 我们要去天堂。对，以最狼，你们还可以再去卖货吗？不行，不行，我们要飞向宇宙。好啊，实况拜托。欸，他把我的键盘关掉了，我这样输入哎。不要，不要。Welcome to our disciplinary process. 再见了各位。我需要看到你们起飞。Oh!
拜拜。太空了，有间谍。我看到了这一瞬间。You are fired。我第一集应该要用这个。你被火了。第一集应该用这个缩图的。You are fired。我要写，我要换成，我要用装模组写 You die。这是黑魂厨哎。哇，好厨。还是可以进哦。试试看。Steam 有时候邀请游戏好像不是每个都那么方便。我是用。我是用直接那个按品讯加入品讯游戏，不是说邀请的时候，邀请的时候不一定会显示邀请，可以邀请的，嗯，但是游戏里面是可以加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是不行欸，对啊，为什么我不能？还是品讯邀我？不要。我听懂了，他说：“不要，太难过了。”我不能邀你，看吧。为什么？谁叫你说他是黑魂厨？可是我也不能邀你。对啊，为什么？他说我离线呢 ，offline。还有个没上线，可是我们重开。Offline。我们要重开哦，我们要重开哦。好啊，老说吧。Quit. Host. Render only. Confirm. 邀请至大厅。邀请至大厅。BBQ 载好了吗？可以免。Welcome。有了，这样就可以了。You are gay。You are gay。Gay。好，所以我会教他怎么下载。You are gay。哈？他不下载要多久 ？You are gay。教他怎么下载。我叫他先开电脑开 Steam， 然后他说开好了，然后他传了一个远端桌面的东西给我。他叫你操控他的电脑、啊？对。他是电脑白痴哦。不是，他只是懒。啊，有一部分了，就是他只是懒。大胖子就说了吧，第四个人都是大胖子。那个群主都是一堆胖子。胖子，胖子，胖子。我们真的应该运动了。哎、欸，不对啊，安秀，你不是每周二都有运动吗？对啊，对，每周二才不够啊。对，我后来想到，我错怪你啊，你这个胖子。然后我现在天天吃炸鸡，虽然说我不知道我的姿势标不标准。什么脊椎侧弯？那边那个撑。撑两分钟，这有什么难言之隐啊？在那边撑两分钟，这是什么棒式吗？对啊，因为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啊、棒式，你就说，而且我也不知道我标不标准，你怎么撑？我该怎么形容？我也不知道。棒式跟平板支撑到底不一样、啊、你的平板支撑是什么？就是手肘放在地上，手肘撑着啊，然后、啊、然后腹部出力啊，屁股用力啊。对啊，那个的标准的依据好像是背看会不会拱，还是屁股太高什么的。就是跟伏地挺身的标准姿势类似，就是身体要一直线什么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就是网络上都是讲平板支撑，然后我现在去查，他写说棒式也称作平板撑，为什么？我以前知道的名字，现在变成也称作了，懒透了，同一字吧。反正都是一样的意思、啊，就像是没错、啊，但这样很难沟通啊。叉子跟叉布，哇，你不觉得叉子跟叉布超难沟通的吗？对。虽然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也是觉得你在公三小，我还这样子会沟通。我是从小都讲橡皮叉的，我上大学才第一次遇到有一个跟我讲说。擦布借我一下，就我虽然说早就知道，据说有人这样讲，但我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我好像没有遇过叫擦布的人。我还这样子被骂过。什么？你为什么擦布？不是，我是听不懂在讲什么。就有一个高中的女生转头跟我说：“哎、欸，借一下擦。”我就看着他，你在说什么？我叉子啊！他说：“我其实满脑子都是吃饭的叉子。”然后就很不爽，然后直接拿我桌上的橡皮擦直接走，要拍一下桌子，我这样扁他，那个女人超讨厌。为什么要？为什么？听不懂就跟别人借啊？啊？为什么？他还要抢你的橡，他还要硬要抢你的叉子？我觉得他很烦，我超烦他。啊？为什么他？借你，不跟别人借、哦。他是跟我借，对吧、啊？他、啊、跟我借，他就很差。而且还，我国小还国中跟他同班。那、啊、是巧克力吗？不是，巧克力是国中。啊，巧克力？为什么叫巧克力？因为他黑黑的，然后高国中同学。完了，有人要被录下很歧视的言论的。等一下。本来就黑黑的。然后我们高中同学都会叫他巧克力。那个巧克力很可爱啦，这个名字以绰号来说，巧克力很可爱啊。这个是还好啦。这个是还好啦。我今天还跟我那个甜通T的聊那个进阶剧，他最近还在看，他终于把他之前把他看到结局。然后他因为皮肤黑黑，我都叫他欧良古那个燕凯前，哎，是燕凯传给我了吗？燕凯前几天传给我一个那个，哎，是燕凯传的吗？还是不是？不是，那是谁传给我？我找一下。是啊，是你传给我的。不是，不是我。就迪卡那个。对啊，迪卡的那个，我就是在那里想到，我就直接问他，你说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我们 cos 不会去的话，你可以 cos 什么吗？他也认真的问我什么，飞机后门开啊，我一定会送你们到始祖的正上方。你有看留言区吗？被烧焦的阿尔明。然后我有看到我后来是想那一段为什么进阶巨人不对为什么贝尔托特他不直接一巴掌把阿尔敏拍飞就了什么时候就是阿尔敏因为没办法吧他勾着那个贝尔托特啊贝尔托特他不是用他蒸汽要把阿尔敏烧死，因为他已经勾住了、啊，没有，所以我说就是他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拍飞掉？他在放蒸汽的时候就不能动了、啊。阿尔敏，如果他蒸汽不放，阿尔敏就可以马上往前飞了，就可以阿尔敏就可以马上更靠近了。我印象他喷蒸汽的时候好像不能动吧？有啊，他有讲啊，他都说啊，他在喷蒸汽的时候是不能驱动关节。对啊，
我知道他，所以出就是不喷蒸汽下来，喷蒸汽就那个阿尔米就会往前飞，然后把他砍出来。还有那么脆吗？那个那一段不是最后阿尔米牺牲之后，艾莲把他把从背后偷袭，把他砍出来。我已经忘了到底什么牌子的故事。找不坏的裤子，找不坏的裤子。从五十楼烧死，从五十楼烧成焦炭，摔到一楼不会摔死他。他有摔下来吗？他就从五十公尺上面被烧死，然后掉下来啊，掉到那个屋顶上，然后没有摔死，还活着。哦。所以就说那个根本就不是阿米，那是蚁王。不许你胡说。那个裤子的防护力可真的太好了。那不是，欸、那不是蚁王，那是佛里达。确，难怪会复活。对，巴比又开了，看到吗？嘿，我没加他好友，知道吗？我也没加他好友。现在就是坏的。那我们换 DC 哦。等等，安秋有跟我们一起玩那个游戏哦。哪一个？那个解谜恐怖游戏。没有啊，但我有看你们实况。哎、欸，你没有玩，难怪你没有加他好友。那你有加他好友？我们先换 DC 吧。走啊，去唐氏战斗人，没有充满。太慢嘞、欸！哎、欸，没有把他把没有把他的话给闻完，闻完还敢乱闻，对啊，说进我们这个群组，这个名字不带有歧视的群组，你笑了，这种感觉。Pepe 现在也没有带有歧视啦，这是你们充满有色眼光在看。现在是这个战斗人，现在是这个战斗人很歧视哎、欸。佩佩是应该是要歧视的东西哦。我都是被误会的。佩佩是欠歧视。战斗人是什么？其实我不是很懂他们这个群到底是怎么命名。哦，战斗人。战斗人到底是什么？唐氏镇。对啊，我知道那斗战斗人，那斗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唐斗人。唐斗人。哎、欸，唐宝宝在路上斗别人，不要乱讲。我去，刚卡了一下。录起来了，剪精华。对，没有，都是中文教我的，中文都改了。都是中文，他现在不能反驳，所以都是中文。岩上，我跟你讲，如果我的影片不红，我的影片不红的话，就不会有争议的问题。如果红的话，这些都是争议。我觉得你在红之前，你的那个会不会先被 ban 掉，带有歧视言论？都是你们害的。我有很多那种 Twitch， 哎、欸，是 Twitch 还是 YouTube？ 就在。在实况组的聊天室骂，就是骂脏话，或者是讲一些歧视言论。结果那个账号骂脏话的账号没事，结果实况组的台被 ban 了。哦，有啊，很多都这样，观众在害啊，所以我都不开直播，就算直播也没有观众。可是你也没有把争议片段剪掉啊？对，这个叫做什么？逃避心态，然后菜刀贵的狗为什么上线了？菜刀贵的狗上线了，可是有名的对，菜刀贵的狗上线了，你在装死哎、欸！可是我明哎、欸，那个不是音效版，那是三句的声音哦。对、欸，我知道这个伺服器有、欸、这个伺服器有它的音效版吗？对，我没说这个伺服器有三句哦。我们刚哎、欸，这个伺服器。
我不能用这个伺服器的音效板。我刚刚把他那个将军的 AI 音效板移植过来，他可以真人对话。你没有？不是我这里不能用。你看为什么、啊、这个伺服器音效板还有设定权限啊？没有，因为上次有音效板大乱，然后频率都把它 ban 掉，烂透了。你现在把 ban 到这个连这个群组都不用玩，看吧。那你还敢真人乱真人对话、啊？对 ，barbecue 是要不要进来？他不会进来。会。你居然现在我可以吗？我可以邀请他来观看游戏。我们邀请。我们现在在玩短短五小时的捡垃圾。对，偷捡垃圾，谁跟你偷啊？你自己九点约你不来，然后在那边装死，在那边偷装死，偷用手机看切睡眠模式。在那边我就明天真的七点要上班，然后你十二点要进来。你不会早一点来？不是，我刚是被骂。你九点半进来玩到就哎、欸、就同进退比较好，在那边。我之前七点上班，还不是跟你玩短短五小的黑暗灵魂？可是对嘛？黑暗灵魂的风水轮流转，风水轮流转。老师，哎，我明天发烧不能请假了。你还敢请假啊、哦？还敢5G传染？他掐指又没有两倍薪水，如果是打工，我还不敢请假、欸。等一般假日再两倍薪水，不是他假日就很忙、啊。假日没有两倍啊，加班才有两倍。你是时薪，不是？是为什么打工不请假？啊，那说实话，就是你打工的时间已经蛮短了，还请假。哦，你就赚没多少钱了，你在那请假。现在我们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Wagyu 他进来，那 Barbecue 呢 ？Wagyu 进来了，我看不懂我的画面。现在进来是不是加特？将军教他。现在进来的是 Wagyu，、啊、可是我们这里面整四个人玩了，还记得吗？那 Wagyu 进来了。那你之前看那个二十个人的那个是怎么玩？怎么弄的？他是装模组啊，我不是有贴吗？ Oh.哇！所以我们要装模组，才能五人同乐。啊，可是没有反应，因为你被人抢进了。大胖子坐了你的位置，你被和牛抢进抢位置了。不是他进来吗？有进来吗？你没有看到吗？他是这样。有、啊、和牛进来啦。我看你们两个都不动了，还是我当掉而已。你当掉了，你又当了。等一下为什么将军进来就会当？刚刚我们两个玩不是还好好的吗？对，有人想要乱凑。对，可是你们之前玩，忘记是什么游戏、啊？将军过来。将军，黑魂啊！黑魂的时候，你们两个在连线的时候都会看不到对方、欸。You are gay。对。对吧？我记得黑魂那时候在写字的时候，你们会看不到对方写的字啊。你们是不是？网络互冲啊！叫你调荧幕亮度啊！音讯的问题啊！对 ，Barbecue 看不懂英文。我以为你们会嘴臭，另外一个之前也看不懂英文。Barbecue， 你拉一下。谁？开玩笑。拉什么？拉拉杆。旁边谈什么可以？拉拉杆。这之前有个人连 confirm 都看不懂。哎、欸，听起来很像你。对啊，你把那个中间那个 mod 那边关掉。哪里？按下去。我们现在是应该要去找那个 mod。右上角。每个人都要装吗？印象中是。按右下角。那你是有传在 Discord 是不是？等一下，你要把它改回去干嘛？什么意思？你按中间按一下，然后去按右下角。你要给我按第二下的狗。为什么要按它？
我会两个麦。为什么？那现在是一个麦吗？你那个，它是那个内建的麦。好了，现在就等。然后模组呢？我现在去查一下。等一下，我们干嘛？我们现在要找一个模组，你才有办法进来。为什么？大胖，因为有人抢了你的位置。可是，那我要怎么样？不要全屏。全屏？这游戏可以那个吗？视窗吗？我不要全屏，要怎么把它按掉？把你干掉。啊？在设定那里吧。设定在哪里？它还有东湖加入的模组。你按 ESC 有没有 settings？ 它没有这个字哎、欸。没有 settings。它只有 online 跟 LAN。你先按 online。没有反应哎。等等。安啦啦，这是什么？哎、欸，我出现怪怪的东西。那是 Among Us， 那是那个萤幕的反射。啊？现在呢 ？Continue。你们这错。然后 setting 试试看。感觉讲你讲什么？那个右手边那个 display mode。感觉在乱凑。在这边调那个 window。应该是这个吧，视窗化有了。哎、欸，可以了。耶、yeah. ！是可以视窗化，而不是可以进来了。那现在怎么退出这个画面？Confirm change。我需要更多技术资源。你搞啊，蛋姐！技术资多人加 HD， 这游戏还有 HD 哦。人家故意给你做像素，你还会把它调 HD？ 还有繁中模组哎、欸，好棒哦！哇！啊，就你要输入那个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打英文。啊，对，感觉了，我觉得说的也是，应该会哦。英文是它里面的英文是不难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把这个，没有，现在的技术资源就是我该怎么用它，打开之后它要放哪里？它不是有写磁碟槽放在这边？有吗？磁碟槽就看你的 Steam 放在你的 Steam 是在哪一个硬碟啊？哦，我们直接装整合包就好吗？偷懒。我是没有去载那个繁中的，因为对啊，我是想说，是只要装那个多人模组的就好了吧？真的，游戏是不是要先关掉？有，应该要。哎、欸，啊，应该不用，把档案贴进去之后再关掉才对吧？因为那个啊，哦，嘟嘟嘟嘟，因为 Steam 不是会那个吗 ？Steam 不是会上传云端？哎，哦，之前我玩那个吸血鬼幸存者的时候，没开游戏改档案，结果一开游戏它就马上变回云端的档案，我刚刚改的全部都消失。哦，偷改档案，单人游戏为什么不能改档案？扔掉，我作弊。黄金是哪个谁说的？装 mod 就是作弊。那有一些，那是主机厨。
没有，他好像是，欸，日本的哪一个卖游戏的公司，忘记，某个执行长之类的。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在玩游戏吧？他有啊，他就是把游戏移植到 PC 啊。然后他认为歹墨的就是作弊，所以我们这种哦就太狭隘了。哎、欸，继续说说。我说装完整合包就好了。不确定，不然你有为什么我刚才说要机制资源？因为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Read me， 哎、欸，我不能看 Read me。哎、欸，可是我找不到哎、欸，点 MD， 我找不到那个。哎、欸，不对啊，我在干嘛？我直接去那个比较好。你在干嘛？我直接浏览本机档案。对啊，对啊，为什么我不直接浏览本机档案？超白痴。How to I U E？ 啊 ，no！ 你知道你在装哪个？多人模组，多人，啊，多人不是整合包里面就有了。你直接按那个点子下载那个，把它丢进去本机档案就好了。是压缩直接丢进去吗？你直接把它载下来啊，它那个载下来不就那个压缩档，把它解压缩，然后再把它丢到那个它的游戏档案的那里那个资料夹就好了。谁来翻译翻译？他到底在讲什么？不是，我知道了。每个人没有没有，每个人都在弄自己的，都没有在都没有在听。对，太过分了。你们去分析一下，但是我们要听。你们太过分了。我表现的我很像在听。好了，反正就是把那个压缩档丢在那个游戏的档案那里，然后解压缩直接丢进去吗？对，解压缩就。那我不能丢进去这个解压缩吗？那没有要求太多了，没有差吧？应该也可以吧？欸，可是他没有跳出什么覆盖档案之类的东东哎、欸，因为他不用覆盖档案的。哎、欸，哎、欸，游戏扛起来了，是的。开始有，他现在他没有反应了，真的假的？你来了，他真的，哎、欸，出现。好，关掉。那我看到我看到安秋还在指着空气。哎、欸，中文版。对，偷装中文版。对，没有，他自己装的。在那边没有中文，在那边说人家整合包，夸张哎！有我带整合包自己。人数限制32个人，哦，这么多，我没有那么多朋友。哎，发飞机不要发呆，做事、啊。你就知道你在发呆。可是，我最看你发不发呆的那个主画面。可是我已经超过我理解的范围了。从哪里抓起？拍下来丢进去。哎、欸，为什么我不行？一个字，从大胖子说，从大胖子说他七点就要上班开始，哎、欸，太早了。是你骗我？啊？他是英文。对，我的也是英文。都装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要圣诞。啊！你没有圣诞帽？为什么没有圣诞帽？而且为什么我是 HD？ 还敢装整合包啊？说好不载整合包的。我的也是 HD 啊！你们只载多人模组啊？我只载多人模组、啊。我载整合包啊！三个整合包人呢、欸？谁知道？可是我的没有中文。可是你没有整合包。我在看呢。不是，不要看了，我已经给你拆网址了，你不要再放点了，别装忙。哦。点他传的网址。我有啊，那个。然后呢？
按点我下载。有两个哎、欸。点我下载那四个字。那点这为什么不能点？啊？有一个跟有一个叫点这，有一个叫点我下载。一起还烂。哎哎、欸，为什么不能加你们？我只能哎、欸，我不能加平俊哎、欸，下载他。要上去好，登录有个下载上去。我也不能，我也不能加平俊，他是出现一个999的东西。还是你们也要再整合？我是整合啊。可是可以不要你们那个，我一定要整合吗？然后，对啊，还是不行，你要的也不行。你不行啊！为什么？你不优啦。那我，你把它解压缩到那个刚刚那个游戏目录那里。哪里？哪一个是游戏目录？低潮。不是大富翁。好。等一下，不是整个低潮。你刚刚不是玩低潮吗？低潮的时候是要夹，就直接全部丢在地上，再拖过去吧。嗯、怎么了？不能丢这里哦。你看低潮，你那么多东西，你直接夹在低潮，你自己往下滑。你看那个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哪里呀、啊？往上看一个资料夹、啊，有个中文在中间呐、啊。中间。你看，你把那个夹在这里的没有啊？把它剪下。然后上面有个 Steam， Apps， 哎、欸，搞不好我这样就可以了，我再试一次。那、啊、为什么不能丢在刚刚那里啊？他们，他们要解释一下。然后找到第二个。那是第三个，贴上去。你好凶哦，贴上去。哦，贴。就算我跟你解释，你也听不懂。然后把里面的东西拉出来。拉到哪里呀、啊？拉到这里。这里是哪里？先点开，先点开。把这些东西复制贴复制，然后复制完按上一页，然后贴上。为什么？可是它不是有资料夹了，干嘛还要贴？哦，就这样了，开游戏吧，关游戏，开游戏，没有问题了。啊？好了，关游戏，开游戏。很焦的公民乐。你去的游戏，哎、欸，为什么我还是不能进去？我也不知道。你看我手上有手表吗？不是有贴资料夹，干嘛还复制在这里？真有。哈，你没有手表。对，然后你看 online。嗯。然后 continue， 然后 join a queue， 是这样念吗？第二个，你要念 queue 也可以啊。你看柜子离开了，我按三个音节，你就按那个柜子。我刚刚就看到他。五个选项，你只有看到一个，离开。第二个，第二个，那要怎么换造型？我掉掉掉掉掉掉。你进去的时候，右下角不是有个绿色的头像？哦，我是我要听你啊！我不知道现在什么东西，让我看看的。现在我有帽子了，也有 HD 版。你来吗？你看你有酷帽子。进来了，是盛彦凯。哎、欸，为什么只有他的帽子？
哎、欸，为什么你有帽子？你说你从来这里什么帽子？我不知道啊，啊，两次 N 秀没进来，有我正在进，你就在调帽子，什么帽子？没错，还是在调帽子。将军头上有圣诞帽，帽子耶，安秀，你好丑，你有名字，耶、yeah! ，我看得到名字，我终于有名字，他有弹跳恶心的眼球，为什么这边有？哦，一开也没有名字。我刚怎么样？开始跳舞。你的名字好长哦。谁？哎、欸，为什么我看来是英文的？怎么会有一个？这是什么？我看也是英文的。平均中文。对，中文玩家。我看你英文到时候怎么打。现在就是你要来打这个。哎、欸，机器是英文的。会干嘛？哦，机器是全英文吗？对。那就好啊，至少不是、oh. 至少不是他写中文叫你打英文，中那真的会很畸形的。中打英，中打英。我们先带那个，哎、欸，谁帮我关注了？你可以开关门的。要拉拉杆吗？关注了。先带芭比公主。你长的是基本样子。哎，不能拉、欸。你长得跟你长得跟彦凯还有品训是一样的。狼族是谁？等一下，为什么？哎、欸，我看你们在那个。依依是谁呀、啊？谁是我的依依？你是谁？那是彦凯。咦，阿卡肯定是我。有一个全部都是方块的是谁呀、啊？山丘，山丘。哇哦！可以下去哦。可以。啊，看你熟悉技术，你先来按钉钉。你可以按这个。钉钉是什么？就钉，一直钉就对了。一开始都要先来钉钉，才会拿好装备。哈哈哈！好坏啊！皮须，结束了，都是皮须。现在是怎样？哎、欸，我死了哎、欸！好坏哦，这样子骗一个选手。你可以去洗澡啊。哇，走吧！熟悉的叫声。我们一人买一只手电筒。哎、欸，对，还死掉的人吗 ？W A G Y U R。那个大胖子，那个是和牛，肥宅江。和牛。那我现在是死了。对对。你要等我们进到。你要等我们进到下一个地图了。怎么会这样？他发出肥宅江的声音。我在搞哎、欸。我买了，先不要走。就是你的小手收啊，为什么要叼那么多次？对吗？他悟性。那你们也有叼啊，我就跟着叼。啊，我们一人叼一次啊，你怎么叼那么多下呢？你们说我叼多一点，因为。就像在餐厅看到那个，就会一直想按，然后你就会被章鱼吃掉。哎、欸，死了、欸！有人死了，有人死了！有人玩多啦、啊！我刚才是直接看到他扁掉。为什么人都习惯的车啊？谁在播？冰淇淋车。烂透了。把我尸体捡回去卖，还休息啊？你今天提供了两个精华。为什么？怎么肥宅江可以抱着尸体？因为肥宅江深爱着我。耶、yeah, 臭鸭！给！手电筒，手电筒，为什么手电筒在上面？完了，要被卖掉了，浪费钱零块。还我！你是你的皮呢？肥宅江，一块钱，你自己弄的。哎呦，浪费！你说你只值一块钱，玩什么啊？走吧，玩吧，爱玩。这个、死了两个人，死了两个人，又浪费一个手电筒。要，我们要去陌生的星球上，然后那个星球上有工厂，我们要去那个工厂里面捡垃圾，然后来自由回收。卖钱，
没有卖到指定的标准，我们就会被资遣。真的、哦我们就会变成太空垃圾，我们就变垃圾本身、欸、我怎么回来了？会复活啊。哦，要是不复活真的就没得玩嘞。为什么有人头上有帽子，还有一个奇怪绿色章鱼啊？奇怪绿色章鱼。那我有吗？我的头上有吗？你应该也要有，你应该也可以有，只是没有去调、欸。你看目标金额，我们赚了1块钱，好棒哦！欸、我们只差129块。然后跟着我们，你看右键可以扫描啊。右键扫描，扫描可以扫描是什么？那个啊，陆地在哪里？可以看那个什么。入口，按着去我的跑步，按着去我的跑步。左上角橘色那個，左上角那个橘色是你的体力。为什么有一个像时间的？四点后，天黑会生怪。四点后外面会有怪物。天黑要闭眼。哦，好像在玩狼人杀。对，哎、欸、哎、欸，这里过头，你过头。对对，你看你对对安全键。什么？对对，按右键，你有看到它是没有 HS？ 右键没有东西呀、啊。那先进去啊，对吧？没时间了，先去偷东西。哦。然后呢？你要跟着我走吗？因为你没有手电筒。为什么你有手电筒啊？本来你也有了，可是不小心把我被你把它卖掉了。哎、欸，已经有人捡东西回去了，这么快？没错，肥宅江，红绿灯，真的红绿灯，都没有东西，没东西。喂，安秀，我剩下70%电。哎、欸、哎、欸，他 BQ 往这边跑，小螺丝钉，小贾斯丁，他 BQ 想不开啊，他 BQ 想不开、啊，他 BQ 跳下去了，跳下去吗？那是黑的。黑的不是可以下去吗？你的逻辑，你的逻辑非常的正确。没关系，下次知道不要了就好了。对，我以为那个是一片海可以下去。下次不敢，这有点没有下次。我被欺骗了。你皮吗？没关系，那是新手噩梦。你会摔死很多次的，不会这一次。哎、欸，我捡到红绿灯了，我先回去。我从那边捡到、欸。你要确定你知道回去的路？应该知道吧。哎、欸、哎、欸，你要确定你不会掉到大海？你怎么死了？你在说什么？你不要乱讲。我死了，笑死他。这个手电筒受到了诅咒。安秀不是那里。对，我发现我走错了。看吧，还想要先回去啊？11点才走啊！告诉自动驾驶飞船需要提早离开。嘿嘿嘿嘿，不要乱按！我只需要两票。这边对不对？对。然后往上。我的听说是大难过，因为现在是万圣节，绝对的。你说谎，对吧？大家都知道，又是三人游戏，两人，哦对，我们5个人的。对，你忘记谁啊？我刚想说，怎么还有人在讲话？我自己给你死。同时地，你是说他要再回去拿东西吗？不是有一个明天要上班吗？现在几点？现在1:14。好，再回去拿一趟好了。里面还有东西哦。不知道啊。有啊，有一个更深处啊。你是往右边走对不对？右边我进去了，那左边我有去看一下。
左边楼下，左边楼下他还可以再更深入。哇 Q 帮我们注意一下时间哦。在船里面。被盗时间。我在里面跳舞，那个孬种河流。对，你挂掉了。大炮。可是我在看时间，我找不到时间。等等，安秀，你有拿手电筒吗？没有啊。为什么刚刚不跟将军拿？2:06。将军有两只吗？我一只啊，我在船上。对啊。哦，没关系啊，反正还记得路。还有夜视力。大炮。我看到史莱姆在门后。2:30哦。还好我没开门。没那个门也不能开。欸，可恶！我以为这里会有东西。哦，这有东西吗？没有。秘密小房间。3:00，有人投票，看到有人投票。有人乱按。累累病。投票？右上角啊，你按着右键可以投票，让飞船早点飞走，然后他们就全死了。啊，真的？完蛋了！你在船开走啊，没有来就是。3:30哦，你们投票。好，我们投票是干嘛的？好，我先走回去。投票就是让飞船先飞走啊，就是投死，可以这样，就是抛弃所有还没上车的人，可以这样哦，这么酷。安秀，你出来了，正在出来，再见了，安秀。我刚刚听到很不妙的东西，我闻到不妙的味道。没关系，我出来了。你刚才有听到什么嘣嘣嘣的声音吗？没。真是幸运。那个南瓜可以拿吗？不行。为什么那个南瓜那么大？你是在玩梗吗？还有人进不去飞船。就是要走掉了。对，那怎么看你们喷？还有人传进去。传进来了。一定是你。在那边搞两句鱼。我还是看不懂这个英文，他这个英文没翻。为什么我在名单外啊？哈，陌生的，烂透了。员工等级死两个啦，还好我没钱。说是当地土著，还好我没人，还好我没钱。咬我们一块钱，他忍不忍心扣我们一块？没办法扣。两毛啊！干嘛都记下来了？要去刺激人的地方吗？虽然我没有手电筒。不要吧，不好吧？你确定？我跟念凯刚都去了，只是两个都死了而已。这句话听起来让人真让人放心。对啊，安居。手上的什么都哦。新的地方不用花钱了。你有那个是中等，中等的还不用。那个最贵要花钱的地方超贵，要好几百块，我们根本去不了。我们可能要捡很久的破烂才能去。你要去普通的还是去难的？我们第一个任务先打保守，就稳稳的做到吧。对，保守一点，先让那个 barbecue。知道流程，熟悉一下。我担心他下一关会先死。为什么？乱预言。因为新手很容易踩。新手很容易跑酷失误。那不是大海吗？你的对面就是敌人。那 BQ 你会这样吗？哪样？快大家这样。为什么你们可以跳舞啊？你要轻轻的摇摆你的手跟脚跟身体。对。你要在镜头，你要在荧幕，你要在荧幕前面晃，他才会跟着晃。快，各位指他，你说指那个不会指人的。好啦，你蜘蛛人，这个键盘按按看呢，有个键盘按按看。怪人，你我按到了什么啊？这个是什么？离开游戏，然后他，然后按 Enter。时间在跑啊，走啊！
走走走。你就是你在狗。再来再来一遍。地图是往哪边？这里这里。乱带马脸。乱带、欸。乱带马脸什么？我不知道。乱带马脸是什么美术课吗？乱带马脸，忘记耶。什么东西是带马脸的？不知道是什么美美妆这种东西啊？是吗？啊不然，马脸不是那个吗？那个叫什么？联盟的、那個，那个那是馬做版画的，做版画的那个东西。哇塞，是叫曼曼带马脸吗 ？Hello， Hello， 哎、欸，那个重量真的会影响。Hello， Hello， Hello， 为什么会有回音？因为这里是山谷，因为他嘴巴张开讲话。哎、欸，对，他怎么少一个人？哎、欸，哎、欸，完了完了完了！啊、哦、有，没事没事没事，又在乱算四个。左边机枪，哪里？右边的门，过去小心一点。然后走那个关门。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机枪塔，我找到那个了，找到紧急出口了，在那个大门进来左边走到底。有人捡到武器哦，有人捡到武器、啊，那是什么？你要看吗？你怎么用的、啊？刚地上捡到的。那你怎么把它收起来的？啊，你用滚轮，你身上有带东西，按滚轮可以放。然后按左键可以，那敲你两下你就掰了。哦。那现在我手上有东西，要怎么把它放掉？你是拿什么？那、欸、地雷？你是拿什么东西？我在地板捡到的，门口。哦，地雷。你要按 G， 你用滚轮把它滚掉。滚轮。换东西啊。哎、欸，谁在关灯？一定是安旭哦。为什么就知道？为什么你都知道？哎、欸，我掉下去了。洗手。他在拿那个可乐罐。我拿。我拿那个。哎、我已经找不到他在哪。我有点迷路了，怎么办？谁？找谁？你弄一下。这个下去会死掉吗？会，然后那个门口里面有一把机枪，它会冒红光，它瞄准你的时候你就死了。哇！所以进去就会死了。对，它会把你打成蜂窝。哦，好多可乐罐了。没有可乐大亨。现在几点？1:18，先回去一趟吧。12点。好，先回去一趟。现在12:29。哎、欸、，Barbecue。加油！我靠，29分了。没有，我在说，只有9分的。对啊，我要来欺骗卡比兽。没错。可怜呐、啊。卡比兽被炸掉了。人家死掉了。为什么有一个东西会爆炸？啊、你被炸死了、啊！地雷？我去！地雷啊！我以为那个可以拿哎、欸，我们在那边想说怎么一直拿不起来。你可以按右键看，如果右键它没有跳出来，代表那东西不能拿。哦。阿妈咪。那为什么肥宅僵死的？我掉下来。边高太高了。哎、欸，坏消息，被自己压死了。坏消息，有一只猩猩，他把我的可乐给拿走了。啊？这边会有怪哦、喔。被在江复活了。你在那里？在那里有没有看到？我去，我去，这个借口太烂了一点。为什么他的怪物是用飘的啊？哎、hey, ，you stupid！ 怪物啊 ！You stupid！ 啊 ，Oh monkey boy！You stupid！
我要去捡可乐罐。妈偷可乐罐！我刚刚跑了，他很想喝。他就这样跑嘞、欸。哎、欸，对。夜本营，夜本营。那叫他星星的话，应该是这一只没错。快快！小心啊，他会跳上来。星星不敢攻击人的意思吗？快快！他喜欢酝酿。可能是我们人比较多。哎、欸、，You stupid！ 那你可以拿刚刚那个 Star 的打他吗？对吧？你可以等他过来。你直接上去跟他单挑。你确认？可以啊。再拖下去的话，他人再拖下去的话，他人就会越来越多。体悟了，我看不到他。在撇。他走掉了，他离太远了，他离太远了。的片，他只是隐藏在那个。该走，哎、欸，我、哦、推下来了。谁推你？过来啊！快单挑！不要打架超好处吗？没有，可以吧？哎，尸体抓走，飞船可以走，飞船可以走，飞船可以走了。他、啊、只有我在飞船里，为什么要走？必须要跳。皮具要跳下去！哇，重大伤害！让我打死他！我赢了！人类首次的胜利！他的尸体搬得回来吗？不行！可恶！啊，我赢了！我要死了！我跑不动了！我跑不动！撤退！撤退！撤退！你只是没体力！我打死他多些！上来吗？哎，走啊！人类能最大的胜利。啊、哦！现在只有我有武器哦。被诅咒的 stop。哎、欸，这里266块，我直接赢了。stop 可以卖吗？可以啊。我是觉得可以拿来当那个残旧啊。它本来就是那个可以卖的东西，只是刚好它是一样是可以打人。对，我觉得应该是道具。对不起，等下我要死了，再打人我要死了。看到我拿那个起来，马上说对不起。你不对劲。先去那个吗？就下一关吗？你过不来，大胖子。哦，好啊，去下一关看看。哈哈哈。我们只能去森林，那个可怕的森林。森林那个工厂也蛮可怕的。但是我没有选择，其他地方都在下雨。好吧，至少没有流沙。新手地狱。至少打死了一只动物，我已经值得了。怪、欸、很雾哎、欸，怎么会这样？雾，你森林满是雾的、啊，完蛋！蜂窝，小姐不好意思，你要开门喽。他一直在那边按那个按钮，然后不看那个门会发生什么事情。走啊！哎、欸，再来一遍。很明显的不是这一边，忘记了，好像是那边。什么叫做你忘记了？你要去？这个下去会怎样吗？会死掉？不要下去，冷静一点。怎么这么多蜜蜂啊？不要去碰，会死。那个可能、啊、那个蜂窝可以卖钱，而且还蛮贵的。为什么他一个人冲过去？要有人去诱敌。没事的，各位。哎、欸，何年跟着我？有人找到工厂了。有，我找到了。在哪里、啊？在我这里。哎、欸，我在我这里。真是好消息。在我这里。快把桥弄断。哎、欸，数据晶片，我的物件。找回。不要问，再问我就敲你。
你已经进去工厂了吗？要进去。哎、欸，我们这边，我们这、哦，我知道。哇，你要带 BBQ 过来？有啊，他一直跟在我后面。有啊，我很会找路。完了完了，我遇到大怪了。这本在哪？哎、欸、哎，桥、欸、断了。体液里。不是，是那个我在上面，他在咬，我觉得他快断了。哎、欸，怪不见了。看吧。你胖了，你是有一个红色的门可以走吗？哦，那是那个逃生的门。再见了，将军。我捡到一个红绿灯，再被骗。安修，什么？安修，你在里面了？对，我已经进去了。我以为他是在外面遇到怪物。那我们就完蛋了。里面了，刚刚我在这一层那个正中间进来，正前方进来的下面遇到怪。然后我们全都走右边跟左边，我们的直觉是蛮好的。下面下面刚刚有看到怪，但现在不见了。你都可以啊，可是你要都可以啊，就看你要走。有人要登吗？没有。这边黑道没办法前进，真的剩我有什么意思？黑道为什么不能前进？看不到啊，没办法看。主要原因是不敢。种族歧视，想一下好吗？黑道为什么不能进？哎呀，鬼！你也看到了？有啊，那个花花人，很大只。喂，卖够玩电灯啊？啊，那是电灯啊！哎、欸，我有这个。那看起来像电箱吗？我有雷射笔。我这个喇叭，哪里有贵？幽灵可以用铁弹打，我记得是可以，但是他先被定住才有办法。忍术定身术，就是雷电枪。啊！可以，不要乱点呐、啊，吓死人！不要乱制造声音，好不好？很可怕。看到了，在前面，我来了，来了吗？是猫咪，是猫咪，猫咪的声音。猫咪鬼。他说来了，然后呢？安秀呢？完蛋了，我迷路了。啊？怎么上来了？安秀这边，后面，哪边？后面。好，继续走，继续走。我直接手软呢、欸，我以为我要死了。没事，赶回去，带着我的雷射笔回去。我们在 cover 你呀、啊。我们钱够了，不用拿那么多，没关系。哎、欸，全部都到吗 ？BBQ 不见。嗯。BBQ。Where are you？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哇！再见了，安修。还好没摔伤。哎、欸，你怎么出来的？我还好没摔伤。是谁拿着像是镭射笔的东西在跑？我啊，是我。有人要去捡蜂窝。蜂窝在哪里？等下我听到，我被巨人抓到了。我听到蜂窝的声音。我被巨人抓了，我被巨人吃了，可恶 ！Oh my god， 这不能他们进阶巨人。哎、欸，现在才几点就有巨人，搞什么鬼啊？巨人三点半，巨人不限晚上。哎、欸，有没有人有办法去帮我捡看那个雷射笔？哦，谢，我看他。但是我不知道还在不在地上，算了，不要去捡，好可怕，有可能被他吞掉了。哎、欸，大白天的出什么巨人？哎，我只是路过蜂窝、欸。他可能就是太讨厌你了。我差点被干掉。谁叫你要喷？知道谁死了？谁叫你要喷香水？有要拿蜂窝吗？还是我拿就跑？欸，可是我还没到船上。BBQ， 我刚刚有看到巨人吗？刚刚巨人在你后面。真的吗？姐，你没有听到蹦蹦蹦的声音？你找得到船吗？我很担心你。我找不到哎、欸。等下按右键，看看有没有。我听到蹦蹦蹦的声音，
对啊，刚刚就是蹦蹦蹦。听到有人在蹦蹦。右键没有哎、欸。完了，有人回不了船了。真的啊？哇，他死了，他死了，他要被电了。啊，他死了，他巨人哎、欸。哪里？怎么蜜蜂有电击呀、啊？刚刚就是那只巨人杀的我。杀的我。杀的我。A 的我。为什么没发现？巨人在后面、啊。我发现他这是黄。你到那个一开这边来，这个视角来看，就会看到了。不要看到我！哎呦，我看到看到，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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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直接直接！他会上船的。雾气，看他脚脚了。他应该不会进来吧？安哲应该就不会了。可是他在外面。我就在那边看我。Hello， Hello， Hello， Hello。哦、完了，你们死定了！哎、欸、哎、欸，在那里！哎、欸、哎，船舶，船舶，船舶！这感觉随时走都会抓到哎、欸！对啊，可以揍他！可以揍他！揍得到吗？我们是要开船的，不然会不会失踪？没有啊，他时间到，他会把我们带走。有要去拿风？你要不要站在船上面？还是站在船上面？你们可以冒死去拿一下、啊。你确定现在还要等外面？他打你确定？没有，反正他在他是在那一边啊。蜂窝只要放在外面就好了，他不要放进来。欸、他揍到我了。我的天！我要分解纤维，他死。好坏哦。七点半了，要拿吗？快，吊着趁现在。去拿，去拿。一个拿到的瞬间就马上按出发。我是没有那个勇气啊，我放手电筒。他离我很近，快拿快！等下，他是被引到。哎、欸，阿维死了！阿维死了！我拉飞船了，你在船里面吗？飞船走了。哎、欸，燕凯，快进来哦！在那个船就瞧瞧。哎、欸，有哎、欸，有哎、欸，笑死！哎、欸，皮逊，哎、哦欸，我的尸体你没有捡回来吗？没有吧？你的尸体在哪？有可能吗？被巨人捡走。哎、欸，有啊，韩秀明在右边，韩秀明在右边。我已经讲，我从刚刚就在讲了，你现在才发现。对啊，就是神秘的地方，三门死亡。对，去买东西了。尸体有没有捡、哦、都没差、啊，他在复活的时候就不见了。哦，是吗？掉完了。所以要来卖东西了吗？那个蜂窝听起来很 juice。哪里 juice？错了，他这是讲什么？什么七十一勾点？那是什么？有吗？我刚刚写安全的。刚刚下船之前，我有看到有一个东西，但我没看清楚。我这里只有看到写七十那个安全等级安，真安全。就我刚刚看到一个什么七十几的东西，啊、欸，还有上面还有东西哦。把我们捡的那些垃圾拿来这里卖。啊，去按那个、啊。这里有那个，这里有啤酒桶跟那个红绿灯。去按那个叮叮。他会把我抓走。不要按太多下就不会。对，你不要太粗鲁就不会。哦，那边552块，好多哦。哎、欸，感觉是不用卖那么多、啊。哎、欸，那你干嘛还不？你怎么不上去？我们留一些。那下次就好了。太迟了。我们好笨。来买那个喽。手电筒喽。有啊，我至少留一个红绿灯。手电筒在我手上。那我买四个、哦。你不给他吗？没有，他有一个。
他的是弱的、啊。在这里啊，我刚刚从柜子上偷了一个。哎，你听到了，他那是他偷的，那是他的奖励。好吧，那个，那你就拿那个吧。反正很快就会死掉了。爸爸，爸爸。我去上个厕所。不要关门。爸妈，爸妈。你们要买什么吗？手电筒吧。还有吗？我觉得，我觉得铲子真的不用每个人都用。浪漫桌了。浪漫桌看你啊。有衣服可以买吗？如果这个摇杆按了会怎样？会触发。不要不要。会触发。太刺激。我们还没有上船的人会死掉。我们主要就是拉那个拉杆。你、欸、打这电脑打知道去哪里，然后再拉拉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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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淇淋来了。那个 barbecue， 你可以拿你的手电筒跟我们的手电筒比比看的。哎、欸，冰淇淋车走了。对啊。我没有拿到哎、欸，东西吐出来。太晚了。我只有捡一个。要怎么去拿？要怎么去拿冰淇淋？捡去给我吐出来。冰箱，他说把它放冰箱了，红色冰箱。哇、哦，冰箱还没有冰，也没有电。哎、欸，把冰丢了。我刚刚掉下一个洞了，然后现在在爬梯子上去。那我们可以走了。欸、等一下。这个，哎、欸，哎、欸，谁关的？你看你的，你拿你的手电筒出来看。你对这面墙照。哪面？你随便随便。然后关起来。怎么了？他翻不出来，不要再跟他讲。好吧，没关系，等，那就先这样。什么意思？反正我们一开始也是只有那个得用啊。BBQ， 你看这里，你看转角黄色那个是你的电量，手电筒啊，电量手电筒在这里抽。哪里呀、啊？要用手，要用手指的给他看。对，对，在这里，在这台。嗯？让他按一。哦、oh, yeah. ，你看到是这一把，来 ，BBQ，BBQ， 是 ，BBQ 在后面，在后面是那一台，跳出新成就，已知用火，怎么比？怎么比？而且为什么我们的手电筒是黄色，我是绿色的、啊？阶级，阶级，怎么用的、啊？等你升级到红色的时候，我们就会升级到红色。哦，真的可以升级了。对啊，等你到我们这个程度就会懂。啊？还有很多事情是你要学的。对啊，你要先学会爬。你们好奇怪、啊。我都还没找到东西过哎、欸。你还敢说、啊？你在混？误入目的地。不是啊，我怎么知道会这样？怎么跳啊？要怎么跳啊？你的手要先举在前面。什么意思？我没有啊，没有办法举啊。这个游戏它会那个观察前镜头，你用前镜，你那个镜，你在镜头前什么动作，它就会什么动作。什么意思？你就右左手左手嘛，出你的肌肉动起来。哈哈哈！哎，完了完了，成功了，我们捕到一只老鼠了。飞机上的老鼠，薪水小偷，完了，抓到飞机上的老鼠了。你以为按那个开关，这个柜子就移开吗？我们要去比较难的地方了吗？刚刚就已经有人死在巨人手上了、欸。
还是先不要，再去先去最简单的。嗯，可以啊，先赚钱，先赚钱。看，我们现在有多少钱？不用的，这个贵的怎么凭空出现？现在有522块，超有钱。感觉要买个什么电击枪哎？你觉得？还是什么手榴弹、闪光弹？你要带着才有用啊。没错，因为去难的地方的话，肯定是会出怪啊。出怪的话，我们就要有应对方式。刚好我们可以买一个电逃跑吗？一边尖叫一边逃。这等是怪物的声音。在吃东西、欸，他怎么出来？哎、欸，怎么用的、啊？我们的老鼠跑出来。我们现在去一个简单的，让那个 BBQ 自己先捡一个东西看看。好啊，那还不买我、啊？哎、欸，我们不是起飞了？我们还没起飞啊？还没吧？定好点了？没有，我们已经起飞了。你要不要扣一天？原神启动。来调背景音乐。哦，对，又在怕，又在偷听音乐，又在喝臭豆浆。对，臭豆浆是什么？又想吃。平局会做破事情。平局会做破事情。我会煮的神奇饮料。耶、yeah. 欸！哎，你看，回到外面关门。哎、欸，这边是 B 级耶！我可以站在外面关里面的门，然后就进不去。啊啊！你不能站在外面開、啊。我可以站在外面。那现在这样子还进得去吗？进不去。有人还在里面吗？他不是每天会自己打开？哦，对啊。哦，对啊，他每天会自己打开，吓死人。只是有怪的时候很刺激而已。跟怪躲猫猫。真的。有人进来吗？你走我。有，我进去了。哎、欸，进来就一个板。哎、欸，偷了别人要捡的第一个东西。好，坐好，先不要捡，等 BBQ 来，大家练习。谁把灯给我关？比你先进去的那个人。你先跳吧。先不要去右边，先不要去右边。右边。我让他练习。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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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进去你的挑战是右边第二个盘子那个锁着、okay, 那个锁着你有找到东西吗你有钥匙哦哎、欸、等一下我看到小苍蝇你有看到有我看到走进去一点点啊不要在外面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还会开门呢、欸？哎、欸，把门捡起来。他很友善，不，他不友善。捡不起来是不是？他会打人，他会打人，快逃！欸、来了，来了，来了！完蛋，这也是、啊、这也是食物。看到灯了，要跳回去了。什么？我的手好抖哦！哎、欸，我刚被他打两下，我现在是红色了。没遇到什么？那也是死路。我们遇到小苍蝇，打死了吗？差点被他打死。我没有武器。我有武器，我有。可是又要跑酷哎、欸。有啊，那个 staff。哦，你有带着啊？有啊。他打赢那只猩猩之后，他就一直带着他了。对，我曾经想过放下。他26磅。我们要去关那个灯，找那个吗？先找那个，再去关吧。你一定要在我在楼下的时候讲这个。他就在楼下。先去就从这边跳了吧。先去。我遇到彩虹了，我遇到怪物了，我遇到怪物了。在。楼下，刚刚我们就在楼下，就在楼下遇到了。游戏吗？你是看到那个长相？长得为什么我刚刚将军卡了？那个长得像皮老板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对，站在这个门后面。来，这门后面，对，不要开。哦，他开门了。你看到吗？哎呀，他飞过去就会受伤。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是，有人死了吗？不死了，他死了。他睡觉了。他会复活吗？应该是不会，他只是用一个很畸形的姿势睡着。怎么可能蹲在那边玩拔扑的？他在引怪。他引怪、欸。他引怪了。小屁孩引怪，很皮哦。你知道你刚刚你说你遇到怪的时候，然后你就开始断麦，然后游戏就开始卡了。对啊，因为外面在下雨。啊，不太对。这里你跳过去过了吗？没，完全不打算。我刚刚跳过去过了，然后又跳回来了，所以我不用再下了。现在是几点了 ？Nobody。有人不道具啊！今天我们什么？我什么都没捡到哎、欸，已经两点半了。灯不要关。外面时间已经两点半了。你赶紧去，赶紧去。结果你们有捡到什么吗？我捡到了一个板子。再捡到一个方向盘。白飞去，你要不要走？我什么都没捡到。回事。BBQ 又不见。有钥匙。BBQ 钥匙，我开这个门。这里，我东西满了。刚刚在想 BBQ 是在那边玩门，吓到不讲话。里面是空的。讲话。懒惰。你有在讲话？刚刚都没有听到声音。我也是。有啊，我有哎、欸。就上面门也是锁的，里面看起来是没东西。外面是好怪。没有吧？你去敲。你这样跳，等下 BBQ 跟着你这样跳，然后摔死。是不是这个 HD mode 害的这个害的那个光源都会闪烁啊？不确定。你们有光源闪烁吗？没有。我现在连回去，我现在连回去的路都不确定。才是这里，你们也跑太远了吧？你们是都在同一个地方？我遇到飘板，耶，吵哦！那是我打死的哦，我是用 stop， 我叫他停下来就停下来。找死！耶。有人偷偷回来，你在这边偷看那么久，那个 BBQ 跳过来，啊，考验我的技术了。哦，他跳了，我们应该要浪漫桌的。那浪漫桌上面可以插一个蜂窝。那你在那边谈情说爱？耶、yeah ，对啊，好 gay 哦。我知道，听得到，收得到。什么电影？说不定将军宇在这个游戏里面是个女角，他甚至已经幻想了。五点会有什么吗？五点会有巨人跑出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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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船上面看。噔噔噔噔噔噔噔。耶，没事，安全的很。扫两圈。扫两圈。等一下，我得上去。好了，我上来了。Wagyu 是 laziest employee， 懒人，懒人，懒，素懒。对，
可是我带了一个板子回来。不懒。但是你是最早回来的，你是最懒。最早回来，然后就没有再出去过了。哎、欸，我有去，然后我再回来。搞一个商店，开锁希尔特价，可是没有用。嗯，有人需要浪漫桌，看你呀、啊。我看我，你觉得我们还有空间放浪漫桌吗？我看网络上有人有那个传送器，你要吗？可以买啊，我们买得起啊。传送器是怎样？直接传回船上？对。你要哪一种传送器？但是我不知道它怎么用。它是进去探险？它不会舍弃掉你，舍弃掉你身上的东西。但是，哎、欸，这样算好用，至少人不会死。它有两种传送器，你要哪一种？我不知道它是哪一种。还有传送器跟反向传送器。什么意思？反向传送器比较。反向传送器，那这样是传去哪？哦，把你传进去。哦。一个是叫你，对啊，它有一个是传进去，然后一个是传出来，两个都，然后传进去还是传，两个都可以买哦。不够，要多少钱？一个375，一个425，我们只有522。425的是什么？反向的。那买375那个。一般的。嗯。传进去，然后出来的话，再自己想办法。他应该放在船上吧？对吧、啊？不然买了，然后只能放在星球上。这是什么挖？什么挖球？买到了吗？哎、欸，出现。哦，那是什么啊？传送器，就是这个。哦，帅！我想关灯。这样才有仪式感呢、啊。我们是要降落之后才能用、啊。看它有灯哎、欸，太帅了！太帅了，真的。那现在去哪一个？难的、简单的？这比浪漫桌。现在都可以，现在起来购买一个浪漫桌。真的很想浪漫桌。买一个。现在去哪一个？难的地图吗？刚那个。哎、欸，我发现有人闲来无事一直在充电、欸。现在只有91块。你要提供意见呢？去哪里？我们去简单的，然后最后一天再去难的。好啊。还是要先去难的，再去简单的。先去简单的好了，保底，至少回来。我怕难的到时候灭团。先帮我拉个拉杆。还是先去难的，先去难的好了。等等，要先去南岛。男人灭团之后，如果灭团之后，至少还有一天可以再去，可以补一下。没问题。着陆。来看看那个怎么用。噔噔噔噔。哎、欸。那个有。关注。要怎么用？还是要有人进去才可以用啊？那是要传进来还是要传出去、啊？那柜子可以放在哪？你看，这样怎么拉拉杆？哎、欸，哎、欸、啊！启动，九秒。那怎么用？哦、oh ，什么意思？新开放真盖？什么鬼？哎、欸，大家都在抢。哦，哎、啊，这个是把你传到这里啦。从那里传到这里吧。哎、欸，为什么？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只有传你？
对啊，他这样没有指定人呢、欸。赶紧传我。对啊，是的哈喽。哎、欸，我是只传你。半透了，有点半了啦，走啦。我觉得很夸张哎。对啊，只传你。往哪一边？有人把我打死了，其他人都不用玩。喂 ，Oh my god！ 在做什么？你竟然残杀了我们！我不知道，你竟然残杀了我们的主战力！我不知道，不要跟我说。你不要拿铁棍敲人会死，好可怜。你没有跳，你跟警察说话。你没有说你会痛，你为什么不说？我怎么没事？你为什么不说你受伤了？你有三场跟打到我是一滴血，然后一会儿就被队友 DK。DK 哦，我真的。你为什么不说你会痛？就知道。那你怎么没感觉？老树飞船，我要离开。哎，你只有一个人，你离开了就真离开了。至少我人在飞船上。哎、欸，里面有地雷哦，小心哦。就人。里面在哪都不知道。那个楼梯上来，将军，这个左边，左边不要去，左边楼梯一上，左边只有死路，跟一上去就是地雷。左边是这边吗？对，对，左边先不要去，左边有地雷，要跑酷。你怎么知道？将军听到那个点点点的声音。哦，你刚刚不是跟我一样在那个高架上吗？这里后面了，好吧，看来只能去那个地雷那里了。是的时候，你已经是蛋白小新手了。哎、欸，没有那么久。小心上来，不要踩到、哦。你可以爬旁边的栏杆。我跟谁说话？哎、欸。哈哈哈！哈哈哈！所以猛犬一赶回家，一赶回去他们全死了。那个不是你，我不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看到一个圣诞帽，一赶他们全死了。我看到将军冲超快，我就知道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第一次看到也就出现三个人的名字。对不起，你万一吵到隔壁的。被抗议！你不要再玩了，都已经几点了？听起来很上次的我。哦，收了，收了，收了。刚刚是谁？将军。可是阿秀刚刚他有怎样吗？有啊，叫太大声。玩这个很难控制自己。要会变。啊，只剩一个人活着了。我哪会有两个？我比较有远见，因为我看到将军一直用冲了上去。我第一次看到他爆炸，在旁边欣赏他爆炸。你也是第一次，什么事情都还没做，就在家里死掉了。这倒是。三点，我要再回去捡了。我不能不用。可是有一个，哎、欸，对哦，反正我没有很多钱。我全部都被扣光啊！这你先买掉，买了钱花掉，不然俩被扣光。哎、欸，对，哦，买什么？浪漫桌。嗯嗯，那你就买一堆手电筒。147，好了，我得挂了，拜拜。
乖乖乖乖乖乖，我要先挂了，拜拜。哎，是七点。你老妈有没有叫你安静一点？可是，靠不时睡觉了。几点要那个几点下班？嗯，我看一下，三点半了还是几点钟？看一下，几点都可以下班。嘿什么鬼？你我问你几点下班，你跟我说可以。我说三点半。你踩到地雷的时候就可以下班了。冰淇淋。喂。来，我看到，我看到。怎么有冰淇淋车？这里可以叫。怎么叫啊？打给他们。他为什么长得一点都不像冰淇淋车？因为他发的声音很像。是。那要去哪里买冰淇淋？便利商店就有。啊？那怎么有尸体？这是谁？好问题。被你敲死的人。谁会把我的尸体传送过去？可以传送。哎，蹦蹦蹦！蹦蹦蹦！好有巨人，这个是飞船哦，或者这个是船。我们的船在太空飞。飞船。这么快。太空船。刚才巨人是直接长出来。那我要先去水了。对。真的只有我被传送。结果买、欸、结果买错个，我是你那个，我先着陆看看，然后我跑远一点，你把我跑到那个路上去，你会把我传回来。没有，他应该是对啊，就是可以传回来，就是你就算在里面也可以把你传回来，但是前提是要有一个人在这里操控。啊，你要帮我按一下，我看看。等一下，先不要按。我可以按。哦，我在发光了。不、哦，那是不是代表我要去送命啊？哎、欸，哎，哎、啊，如果带东西耶，应该就像你说的，对啊，东西就丢在地上，就、啊、人回来吧。再砸一次。这就手电筒。我真的掉了啊！那代表我就要送命了。为什么？不知道，等下跑去捡东西，然后如果来不及的话，就直接把我藏回来。好，我在这里等。然后去捡东西。哎，将军干嘛？赶快去捡东西哦！你是藏干什么？我爱去捆了。我爱。可是你明天有个大胆的想法，记得吗？你今天跟我讲。不可以耶。发烧的时候休假，要请假哦。你今天跟我说请假，我说不敢。可是你要鼓起勇气。可是他请假给政府。看医生啊。你拿铁血的药单去啊？对啊。哦，
你在这里没冰块干什么？还是你拿我的冰单过去？你刚刚又没有开。拿你的冰单去。你说我要当兵的。可是你不叫红兵去呢。其实我还在当兵。我六日要休要收假。我六日能打卡。我六日要当兵。六日要打卡。礼拜六过去，礼拜天回来。你们按那个，我的屏幕会发光。有啊，右边那个屏幕就是你的屏幕啊。真的假的？在偷看我？不知道为什么变？可以换吗？不知道为什么变这样。之前好像是那个，飞船里面的监视器，它现在变成那个主机的。刚刚装了模组有，啊，整合版有那个。看队友的摄像头，摄像头，摄像头，大陆人，你是要灭霸，摄像头，灭霸。如果掉进沼泽会死掉吗？会，你要卖力的爬，会挂掉。那如果掉进沼泽是慢慢爬出来吗？爬不出来了，你要往后跳。掉过来。你夹到我了。这大胖子。好了，那我先把门关掉。没有人说好。是拜拜。哦。哦。等等等。这是什么装饰品的东西啊？啊？我找到了，小王八的。为什么？我怎么不见了？跳键。我也要装面具。哎，我也跳键。喂，你是不是想选那个小胡子跟眼镜？你怎么知道？有该也想选那个。知道，我聪明是不是啊？不是，我出来就看到就有点想选这个，下次再用。还一个，下次再用。不是。